你出来走走啦。走啦。哎呦，想那么久。走啦。刘成。嗯。好啊。Yes。那我要约永晴一起。为什么？你也再多找一些人啊，这样比较好玩。好啦好啦，那我再去问问看，都约约啦。非常好，约好再统一告诉我们哦。我要先去洗澡喽，拜拜。哎呀，刘承恩，你会发张洗澡卡啦，不愧是施韩式拒绝啊。这样也好，大家一起出去，更能展现我的优点。对。刘承恩，拜你。那找小凯一起去啊。还要找阿成，阿成也不错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这么挺我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然后多准备几个笑话。